大家以后租车就欢迎去河运哦，因为河运什么都知道，你的个资什么都帮你保管的好好的，什么都知道哦。来，大家看好哦。对，我要约租车。我这次也是修旅车，台北租高雄环加 GPS 还有脚踏车吗？哇，何院怎么都知道，记得您的需求是我们的荣幸，好有效率啊。耶，出发日有帮你加满了，路线也设定好了。拜拜，何院比你还贴心呢。短途旅游首选何院，何院租车和您最合。以后租车该去哪里？河运租车并不会比较便宜。